你看，我就感觉是炖牛肉的嘛。还要吃吗？又点餐了。他点的好像不是牛肉，他点昨天晚上点的是红烧肉。还红烧肉？没完了。不能光吃红烧肉，你炖牛肉了，你不吃牛肉吗？哎，这刚焯完的菠菜吧，捞汁拌呗。捞汁拌，那黄瓜怎么拌呢？黄瓜也捞汁。大乱拌。海鲜拌不起，拌菜拌不起吗？一块拌了。眼瞅着要过年了，我得多囤点捞汁了。到一袋了啊。过年家来钱得整了，菠菜还没凉够呢。还行，没空地方。得那个凉够。啊，故意放那儿的。嗯呐。那我手欠了。我明白啥意思，我昨天窗户怎么开的呢？倒油了，你看闭的。闭的往你脑袋整啊！这多少个菜天天呢？还要炒菜呢？你有一个那个炖土豆就挺好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两天整了。咱家伙食天天太好了，算了，明天老邓走吧。对，这么多菜老是剩吧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你是冷还是热呢？不冷也不热。能不能把背心外边再给我套个短袖去？好吧。然后裤子换了。妈妈，这里还有个草莓熊。嗯。草莓熊的我一次都没。去换衣服去，快去！那貂啊！这洗澡水用的。得真衬的，你不能说衬貂啊。咋的了？冒泡了。咋整的？上火。上啥火？你别过来，我瞅你我就上火。那姑娘去拿根针或拿牙签给他挑破了。没熟呢，挑什么挑？挑的是肉。我让你换身衣服，怎么把我衣服穿上了呢？没找着我的，你们看没看过那个就是这样那样的？嗯，来练一个。你好像在，你好像赵四在斗舞呢。等会儿，别蹦了，一会儿楼下找你了，姑娘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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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小哟，四小妹俱全呢。干啥呢你？我表扬我妈妈呢。那为什么动手打人呢？鼓励他。那边谁？够了吧？现在咱家都这么省事儿吗？拿上土豆啊。可面糊了。哎呦，粘上来吗？咋咋的？那怎么整的这土豆？够了不行。不知道啊。嗯。你天天背着上下班。搁车里就该冻了。给他拉气。跟你玩呢。天天吃土豆，咱们天天吃。不走廊了。走廊能行吗？反正丢是丢不了。走廊也热。热。找主角。哎，这葡萄真嫩，真好吃。哎，哪是？啥呀？辣椒呗。嗯，酸甜辣椒。妈来一个。你骂我呀？你爸净说没用的话，你妈。哎。砖条肉吃，挑点土豆。肉没吃了，土豆是主角。你们愿意吃土豆，我怕你们不够吃土豆。没事，这我吃就行。土豆他们吃，然后你吃这个。嗯。你吃这个。你怎么老掉呢？
吃这个。啥？肉。香。啊，小心什么玩意？捞丝儿拌的菠菜，还有黄瓜全部吃空。这边的土豆也挑干净了，还剩几块肉。我姑娘的饭碗里头满满的，在努力的干饭。奶奶说了，你点的菜必须你都得吃光的啊，那些牛肉你全包了。加油，相信你。